松的你就必须要把它把拿起来刮一刮，手刮也好，梳子刮也好，就是要让它蓬松，要蓬松，有卷入最好的逆刮。那不会等下把拿掉很毛很毛躁？它就是要绑马尾，它就是要绑包包，就是要这样子、啊。哦，有卷度是最好的，就是让它逆刮。有卷度它会比较松一点点，比较不会掉。逆刮这种手刮它比较不会这么紧，它比较不会卡死，比较不会梳不开。对，完了之后，我这还没有刮到很痛啊，我这只是刮个意思而已，稍微整理一下，一样尾巴抓着抓着尾巴，你尾巴要蓬一点也可以，再从这边再刮一点，稍微整理一下。一样这样子啊，绕这个圈，直接绕着马尾吧。马尾一样都是先固定，因为你没有先固定马尾，你根本没办法做其他事情。哇，变得不太一样了。